今天来这边吃锅贴，谢谢。啊，哇，还有一个排骨汤，这个是我的。这是妈妈的筷子哎。这个是你的，谢谢。来这，我今麦过去我都有，在这盘盒里。哇，这个是妈妈的排骨汤。那这个小孩现在要吃锅贴了，你用汤匙吃吧，你用筷子，那个是大人在用的呀。妈妈有借玩，很好，你用那个筷子用就很好笑哎。哇。吃得那么痛苦，这样吃有很好吃吗？我是不等一下这一桌都翻掉了，他的出口。插起来，没有插起来。嗯，是这个是八方云集的锅贴耶。生命的出口就是最后妈妈喂。妈妈在喝汤。太好吃了，为什么这么好吃？吃到整个香肠都肿起来了。